大家好，今天分享来到电饭煲盐焗鸡，口味咸香鲜嫩，拍沙姜，再剁碎，叠姜片，小葱一开二，香菜切断，是用来配着鸡吃的。鸡首先用白米酒抓一下，然后倒盐及鸡粉，一边倒一边抹均匀。鸡粉用一包就可以。再放剁好的沙姜，最后放半勺盐，挤塞葱，姜片，再把脚弄进去，让它自然腌制两小时左右。电饭煲下食用油，下姜葱，再放鸡，上盖子，直到跳闸为止。翻过来再焗，跳闸就好了，已经熟了。拿起来，煲底的汤汁要留着来做蘸料。鸡做好了，盐焗鸡最好用手剥来吃。一双双鸡中的小